来，大家继续看一个练习。那这练习呢，乍一瞅比较崩溃啊，不是咱当前直角了，是意思吧？有点的意思是什么？等腰或者等边，是意思吧？嗯，这怎么弄这个？反正是我的这个图形没看懂啊，你这题甭做了，好吧？老师们，老师放线套，对不对？你还真不一定弄得出来啊。那、啊、怎么弄呢？你得先分析一下啥呀？就是这个图形到底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，对不？大家，这才是最基本的，懂吗？你这没分析出来，什么白扯？我问一下，我说啥玩意组成的呀？你们首先有可能会注意到一点，就是说，哎呀，老师这星儿不对齐，你发现了吗？是不是这个星在这俩星中间啊？从这儿你就知道了，我这个三角形你知道是由什么组成的吗？其实我的三角形是由星和空格组成的，听懂了吧？当然网友立的说我不是，我全都是星，有这种的。明白吧？那也无所谓，都是一回事儿，摄像必须一回事啊，只不过得算那个数，这个数当然有什么规律了，好呗？我就说这个事儿了啊。哎呀，这是由星空格组成的，就好办了，对大家好做了吗？对吧？有一个区别在哪儿呢？我告诉你，直角三角形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有一条边是贴着倒四边那行的，对吧？大家看着，它有一条边是贴着倒四边那行的，是吧？对。而这个不是直角，它贴不上。大家发现，如果你想打印的话，第一地方好打印，对吧？第二的话，前面是多的空格，第三角前面是多俩空格。对，老师把空格用一个减号给它表示出来，让大家看一下。你打印的时候是不是得带着这个打印和这个打印呢？对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说，大家每一行组成的不像刚才那样说全是星了，每一行组成的内容多了，叫做第一行是星空格加回车，第二行是空格或者减号星空格加回车，对不对呀？组成内容越来越多了，这怎么做呀？我们乍眼一瞅发现一个问题，原来这个图形它不是由一个三角形组成的，对吗？大家是有几个？是由两个组成的。哪两个？一个是尖朝上的减号吧，一个是尖朝下的星空格吧，对吗？大家是这意思。但是我们能肯定的是，是不是固定五行？对不对？只要是固定五行就好办了。大家我问一下，我现在想打印这个三角形，你会打不？就说这减号这个，这要不会打的话，大家找块豆腐一刀撞过去。五，哎，我这几行啊？非常好，看着啊 ，x 等于一，我先控制外循环的行数 ，x 小于等于五，这就叫做传说中的五行，就这么简单。紧跟着怎么样啊？放循环 int y 就等于，注意老师是不是应该先输出这减号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老师不对，应该先输这星。那你输这怎么办？你第一次不就先打减号再打后面的星吗？对不对？那谁在前谁后面不知道吗？对吧？那么 y 等于几啊？尖朝上干谁？哎，怎么弄啊？这一天一 y 小于等于几 x y 加加，是这意思吧？大家那完了嘛啊，然后嘛呢，咔一个弄谁呀？减号嘛。大家我就弄到这儿，这明白不？这个哎，我觉得这题挺简单的哈，并不是很难，所以我直接给你们讲讲得了啊。 for test 2 编一下，大家 for test 2 老年霍霍，注意，这不是老师故意的，是老师真忘了，整丢人了哈。欧了吗？欧了吗？欧什么玩意儿？欧我一天，我一共就一到四哎。
我这个外循环写的是整个的外循环嘛，可是我现在就想打他，打他是不是代表着第一次哥们不动手啊？只是说第一次我不动手，第二次是不是才单一个呀？院长，第一次 S 一嘛，一等于一，大家是不是有一次啊？我不要动手怎么办？我不等于不就完了吗？你说是这样吗？就这样的是吧？说老师，我非得等于行吗？等于行，你这么打印的话，代表什么？代表着从这时候开始出新空格啊？对，可是我不希望说第一个新空格能贴着边儿走嘛，能懂我意思吧？哎，就这个意思哈，你稍微调一下不就完了吗？编译运行欧页吗？欧了吧？大家第一个写完了吧？那你认为我是不是应该里边在干嘛呀？我觉得是不是写另外三角形的呀？加上下的吧？是不是？是吗？那么大家，这里边不就一个循，又是一个双循环了吧？是的，大家，for int 怎么样？z 等于几呀？注意听，尖朝下改谁？x，对不？z 小于等于几啊？五，z 什么玩意儿？加加，就弄呗，是吧？打印一下谁呀？新空格，是不是大家？哎，看一下哈，这里边怎么样？我编啊，运行是吧？哎呀，好像很有戏啊！把它给成空格，大家编运行，欧了，行了吧？行了，搞定。